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早晨，寶寶，早晨，依條阿 Man， 早晨，早晨，多啦。早晨，優師姐。早晨。錄緊影啊？係啊，係啊。二百。增值一次嘅啫，系啊，每日只可以增值一次，所以损失都可以。如果你知道就得，知道要报就得，知道就即刻系啊。老豆早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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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咧就條線咧就今日就係我開嘅，咁咧就行呢個東北五嘴。咁我哋今日就起步咧就烏鴉彈聲，就喺呢個馬谷古道。咁咧就我哋行一個山徑，即係上翻呢個風香石，就上翻呢個天風台。之後咧就可以上翻呢個小貓紫色啊！就上翻呢一個咧，成下頭咧就先落翻呢一個咧，鎖落盤。咁我哋底休咧就可能會喺個鎖落盤嗰、那個水壩前個位置底休嘅，休完之後咧先至開始滾。咁咧滾就我哋會前滾嘅。咁如果大家如果係諗住咧，跟呢條，快車嗰度就可以上翻山徑，就出翻呢個谷口。就最後嘅山堆地方咧，我就喺呢一個綠景嘅。咁如果認為唔夠睇嘅，就行翻出呢個沙頭角公路搭巴士。OK。咁如果係早走嘅，最好有服務行有帶你一齊行先好行。因為咧，始終就自己唔好亂咁行啦嚇。咁我哋介紹下啲服務行友先嚇。好。阿遠。阿遠。冇阿文。高老文。阿光仔。阿玲叔。優師兄。優師兄。優師兄喺嗰度。咁如果有需要嘅早走嘅，認為係話隻腳頂唔到嘅。啊！揾啲副行友會，佢會樂意帶你走先啦嚇。咁咧就嗰個行程咧，我就我都飲噶啦，可能要行到最快都要行到三點半啊，最快啊，明白嘛？咁咧就我哋影一張相啦。誒，佢唔記得啦，仲係蝦毛竹先鋒，我先記得。你五公里大張啊嘛。好，陳先生，早晨，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正常啊，正常啊。嚟到呢度咧，烟胶腾入口。是啊，那批啊，又有一批，是啊。不是假期啊，呢度好多人开店。你有嗰架275R咧，始终都是人。我有个咩咩朋友行山团游，今日。系啊。刘氏宗祠。呢度几个嘅，几个宗祠嘅，呢度唔止一个嘅，一路几个嘅。是啊，不同的宗祠。是啊，这间树屋呢都可以擒在这里拍照的，挺有趣的。是啊，这间树屋可以擒上去拍。上到这个位置呢，我们降下腰。好。在这里入口。是啊。入口。
悠游。啊，得唔得啊？但呢度咯喎。我话但呢度。呢边过到呢度。但冇标喎呢边。冇标喎，个标喺呢度嘅。啊？即系我哋就。嗰度全部都海滩嚟啦，冇标嗰啲有，除非喺呢边搵个信，佢嚟讲古。边个混沙咗？啊！呢度咧嚟到对面咧就小梧桐，而家我哋咧嚟到个大草坪，有个古月喺度嘅，有个墓。啊，好靓！系啊，呢个月阿 Man 有冇喝着？好。我哋集体影一张相。有冇水啊？冇水。哎呀！好，落到嚟呢度咧，就再过去尖岗同方向啦。而家一路上紧尖岗同。video 上紧一路上尖岗同，哎，一二三硬招，一二三，不搞掂再嚟，一二三 ，OK。而家上紧石崖头，石牙头靓啊，好 ，video 好，谷铺，而家我哋咧就过石牙头，码头，咧由石崖头，而家开始落。东平啊，东平洲成个成块平嘅，好似战舰嗰只，好似战舰嗰度，系啦，系啦，核电厂嗰度，啊，嗰度大亚湾，啊，大亚湾有三条柱仔咯，吓，哇，嗰度好远啊，其实都，啊，今日啲天气好，哦，好，呢度咧就系望到，系啊，成个过渠码头，码头落山。哇，好靓啊！哇，呢个山其实真系靓喎，呢个山。好，望一望，一、你二，得 ，OK。好，我哋继续行。锁落。
手邊，右手邊水路。哦，翻郊遊徑，郊遊徑就向右轉。咧、这、呢个新牌我哋就过，系啊，出翻去，系啊，系啊，差唔多啦，都啊，拍紧 movie 啫嘛，行啲路，冇人，咪拍下呢度啲狗屋啊，条路啊，所罗盘村，系啊。哎，唔该唔该，华哥。好。Okay. 有啲废村啦，不过虽然咧废，但啲人咧就翻翻嚟。唔系啊，啲人翻翻晒嚟啦。已经好车噶啦。你头先行得好犀利喎，好细个标你都见到啊。头先喺山上边啊。但休，哦，到咗。一路过 ，video， 新口河只嘴，新口河呢个第二个啦，已经头先滚咗一个，系，而家要啊，仲要你滚完个嘴，仲要行翻出去啫，仲要行出去喎，因为呢、这个。呢、这个咧就系新口蒲嘴，系我哋今日五嘴之中第二个嘴，新口蒲嘴。呢度唔使擒啊，冇石擒啊，呢啲。系咯，冇石擒。只要揀啱時間，其實咧，大部分嘅攤你都可以，如果揀啱水退咧，都唔使點擒嘅，其實係唔啱日子嘅啫。嚟到咧長排頭嘅天池，仲影啊！仲影啊！有部靓机，天池。
唔夠啊！阿平哥冇得。三角嘴，不過呢度咧條路都好爛，三角咀啦，呢段路咧就较为好啲，危险唔多。呢条路打硬照一 OK。而家呢度咧就一路角啦，榕树坳啦。好，拍片。佢甩咗鞋底啊！你系啊，都系烂噶啦。好，一二三 ，OK。上去嘅。嚟到芝麻洞。影翻出嚟啊！可以擒上去啊！咁唔使翻出嚟。唔系，我哋都要再捆嘅。最後一個嘴啦，差唔多。嘴，呢個係今日嘅第五個嘴。鱼岛沙洲，这个呢就是那个连岛沙洲，即是瓦公嘴，不过不捆这个就好像差了一点。是啊，那条脷啊，我就没理由不捆这个的，他们很多都没走这边啊。反正今日啲水咁靓，
水菌源。十成啦，哦，胜利完成，胜利完成。好咧，我哋咧就菌到呢度，今日咧鸡粥都冇得卖。系啦，应该平日有粥卖啊，有啊有啊。以前开埋出嚟呢度噶嘛。咁大方。重机。